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提到螃蟹，总会有小伙伴情不自禁地流下口水，但是殊不知捉螃蟹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因为螃蟹一般是生活在泥坑中的，需要伸手到泥坑里去抠，被蟹钳夹到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。然而在一些热带地区的群岛海岸，却生活着这样一种螃蟹，它们常年在陆地生活，体型硕大，行动缓慢，肉质也是十分鲜美的。说到这儿，相信已经有小伙伴猜到了，没错，它就是椰子蟹。蟹如其名，它的主食当然就是椰子了。不过吃椰子可并不代表它们吃素，它们其实是杂食性动物，也是出了名的吃货，有什么吃什么，为了口吃的甚至还会去翻垃圾桶。椰子蟹在小的时候跟其他寄居蟹是几乎没有区别的，可爱的外表下同样都背着重重的壳，但是长大了就不同了，最大的能长到7到8公斤，普通的也有4公斤，行动迟缓，但是会爬树。因为他们喜欢吃椰子，所以不得不亲自上树采摘。他们的钳子可以很轻松地将椰子夹碎，因此要想捉它，一定得小心它的钳子，因为好吃又容易捉。在吃货们的大肆捕食下，椰子蟹最终列名为了濒临绝种的无脊椎动物。不过也有吃货开始研究如何对它进行人工培育了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椰子蟹一定会成为继小龙虾后的又一大街边美味。对此小伙伴们是怎么看的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